嗨，姐妹们，好几天没吃炸酱面了，对不对？来吃两包老北京炸酱面，再来吃一个黑黝黝的毛巾卷吧。煮好以后把汤倒出去，酱料挤进去，咕嘟一下，我们的炸酱面就做好啦。出锅，来点黄瓜丝儿，烤点辣白菜，撒上调料包，好香呀 ！Later。炸酱面配毛巾卷，再来口毛巾卷。链接在左下角。